哎呦，你怎么老做梦啊？就是梦到你今天如果发财了，你要开一间最顶尖、最顶尖 top 的保全公司哦。你会想要找哪位超级英雄来你的公司上班？我自己有没有喜欢的人物？飞天小女警啊！飞天小女警是在做可爱的。他的能力是？他们能力就可以飞啊，然后可以发射雷射啊什么。感觉两三下就被干掉。对呀，太可爱。弱弱的。不会啊，很可爱啊，又可爱又强。哪会啊？类似是我不喜欢太暴力，可以过去可爱，可爱的。对，如果我最近看的是那个女超人，神奇女超人，真的太正了吧！有这种保全还得了啊？这么先看身材给吓到哦，又漂亮。好到不行，这应该是真的，应该是所有董事长投票第一名。谁要找浩克在门口啊？太没 feel 了吧！但是董事长夫人会强烈反对，对董事长夫人，所以就是神力女超人，太漂亮了，神力女超人，女超人一定的啊，可以，对啊，她那种样子，哎，好，那我们这集聊完喽。但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因为大家对会被这些英雄人物影响，对，也会有一些幻想，嗯。Apple， 如果是你的话，你要找谁？我的话，我想要找蚁人。哦，蚁人，对，不要听蚁人看起来好像很弱，什么蚁人？就是这几年才出来的角色。对啊，但是蚁人很强的地方，是因为你只要是你知道形体大的，就很容易被攻击到。但如果你是形体小的，你根本不会发现它的存在。对啊，搞不好你根本以为这个空间没有坏人。但没有那个好人出来，对，没有保全，但殊不知蚁人已经在旁边偷偷的看。那叫快递来也送不到件啦，也没人收啦。他不会把他自己转大，奇怪。他有一根牛可以控制自己变大变小啊，而且他大的时候又可以变得很大。蚁人很多人没看过，有都有看过。蚁人真的比较好，他出二哎，他可以从钥匙孔进去，可是他从那里洗澡。哎，这不 OK 啊！这是一个危险，这不是保全吗？就是他的忠诚度应该必须要是顶级的，对，他不会歪歌，会做坏事，有一些会坚守自盗，对，有一些绑架案都是最亲近的保全在做。为什么要怀疑蚁人的人格？我们是怀疑你，干我什么事？蚁人太容易去做他想做的事情，作奸犯科，然后大家不知道。不会啦，他既然是一个正义的角色，先相信他是正义的人。你是不是心虚？没有，而且蚁人其实非常喜欢小朋友，因为他自己有女儿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如果在社区啊或者什么，你请保全请这样的话，他也会照顾小朋友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哦，对啊，蚁人很不错。蚁人，这是蚁人吗？蚁人这个。蚁人，我还真是没有看过。天人们，天人们，哦，他就是蚁人。对，他缩小时候可以小到跟原子这么小。对，然后大的时候大到不行，做任何事情都非常方便。对，而且他力量非常大。对，而且我都会想啊，如果他缩小的时候爬到坏人的鼻孔里，然后进到，进到他的身体里，如果他在瞬间把钮调到最大。不然那个人会被爆掉。哦，对，如果跑进去瞬间变大，好血腥哦。可是这样好合理耶。就偷偷讲说跑到小优的鼻孔里，他应该英雄人物都是惩罚为主，他不会想要杀人。对，他如果最比较给他一点警告的话，他应该就是塞进尿道，然后突然膨胀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哇，那种肾结石的那种尿道。有石头的感觉，这个手好细哦，而且他在尿管里这样撑着，对，就撑开一点点，对，撑住，有不适感，就他如果再坏的话，就撑更大，然后他会觉得哎没有力气，没有考虑过，成天连饭都吃不下，然后就，好心，这不就是肾结石的人的困扰吗？对，其实有个蚁人撑在那里面，在掏膀胱，哎呦，这疼痛啊！哎呦，我肚子有点，这样子不行，我不要做坏事，我要吃在念佛，类似这种。对，你没有考虑过蚁人的感受吗？他堵在尿道呢。对，好恶心啊！医生，
我觉得如果讲到那种人格问题的话，绝对就是美国队长哦，他军人出身的，正义的化身，他而且他又那个效忠，他有忠诚度，所以他绝对不可能会，譬如说这个住户的信件，他也不可能去偷看啊，对，然后那种什么小偷什么，他不可能坚守知道，重点是他又是喝不醉的人。哦，对，所以对，懂吗？他有，所以你那种年关啊，尾牙，哎，保全员啊，这酒量很好，对啊，保全有些，你自己看大业的，喝了威士忌，喝一点，因为天气冷，他又喝高粱，暖和，对，有些喝到会 K 啾笑，我居然没有想到酒量，你要 K 啾笑到什么程度呢？什么程度？就。因为他不能睡嘛，他休想别人，他就玩电铃。哈哈哈哈哈！他不会这样，没有什么道德的，不会这样。而且按一遍，对，而且他是完全不会受到这个美色诱惑的。哪有？他里面没有真的女生追他到啊？没有没有，因为他譬如说正直，对，譬如说他不受美色诱惑，搞不好受男色的诱惑。不会，他是超人里面比较。好像比较 OK 的，对，整体的那个形象，真的是。可是我觉得美国队长一旦没有那个盾牌，就变很弱。对呀，对，他肉身很能打，没有，他功能非常多，真的有功能。所以小朋友，因为我哥哥的小孩他也在收集超人，他说大家最不想当美国超人，真的？美国超人，美国队长，为什么？美国超人，哎，美国队长，美国队长，为什么不想？跟你没有盾牌。对啊，而且他的思想很老旧。没有，没有。我要讲，因为保全公司，你就是要找那种非常，就是你希望这保全公司要 run 很久，所以你一定希望这个人是可以维持在很久的。比如说，其他的人都很快就死了，或者蚁人一定要穿衣服才能爱。但美国队长是活好几百年的，他是被冰冻，而且被冰冻，而且重点是美国队长他有挂美国两个字哦，就代表美国这家，就是美国这个国家，他还愿意用这个人，就用美国，你没有叫美国蚁人，也没有美国浩克，可他有美国队长，对，他是国家挂保证的，哎，对不对？美国人不一定安全，你不要太信了，走自己的路。重点是美国队长，他除了就像刚刚讲，他除了就是清廉之外，然后他可能活很久。重点是美国队长，他可以，他移动的速度其实所有的超人除了那个钢铁之外最快的，是吗？他一分钟可以跑70公里，谁告诉你的？维基百科。电影公司改的吧？而且重点是，哎，你开保全公司，你一定要考虑到你的市场啊！哎，那些婆婆妈妈只要去找那种找了像什么蚂蚁的人啊，或者找那种就找对呀，要长得帅的，他长得 muscle man， 哎，我带你去，像 model 一样，对他可以去拍那个 AF 的那种广告，哦，就是那种全身肌肉发达，对，很标准的。我们像保全，不像 muscle 好吗？我们主攻的是顶级，就是金字塔顶的贵妇，寂寞贵妇，对。需要有一个人陪伴，寂寞贵啊！而且你看他，就算他没有盾牌好了，他重点他的身手非常非常好。而且一间保全公司，你不可能老板自己从上管到下，我们需要一个有领导统御的人来。可是你想，美国队长他这么自负，他不会听你的话。你看他那时候，他是军人出身的，他最后就自律，对不对？我讲到这个要场面的话，我真的有一个贵妇的。贵妇的朋友他在找保全，因为他说，哎，你们体育班的退下来有一些保身，因为体育班他是他可能不是篮球，他是拳击的，他是跆拳的。你看各大夜店其实都是体保身，对。他说，哎，有没有人想要当私人保镖的？嗯，我说你们什么条件？他说会开车，嗯，然后年纪不要太大，嗯，然后185，然后穿西装要很有style， 很有时尚感。我说我要不要给你一个电话，叫做凯沃？你这是 model 吗？穿西装要很有时尚，还要时尚感。我说剪裁，是不是要有意大利那种，就是穿迪奥那种？然后对，然后感觉就出来就很有场面，然后要长得像法比欧，太难了，太过分。对，后来我真的帮他找。找了好像有一个40几的，然后可是8级拳冠军，哇，那个8级拳，然后带171，我传过去，先哎，嘿嘿。
矮了一点哦。也是还好，所以无量就是符合这样的条件。对啊，就像男模，他有外形啊。我弟的体不要这样成外形。你弟也是吗？我弟，我亲弟弟。是哪一种？他就是也是他185，哇！可是他100公斤啊，那没救了。哇，那现在有就100公斤，对对对。然后我之前吧，今年我在电玩展就是有个工作这样，你们知道电玩展就是有很多会这样拍你的，由下往上拍，对，由下往上。然后我们要下来跟客人互动，比如说送礼物或者什么下来，然后他们就会离你这么近这样，哦，这样。然后我弟那天刚好有来电玩展。要保护你，对，他就是当我的保镖，他就站在我旁边那咚，然后那旁边就对不起，就走。那赛事有用是不是？有有有，他算是有点肉肉偏壮，怕校园哦，对，那样对，像那样。你下次发一把蝴蝶刀在旁边。太有流氓嘛，那个哪是保镖啊？满手血啊！那宅男还这样说，你玩蝴蝶刀玩得很不好，太害怕，你已经满手血了，你指甲都翻起来了耶，要不要看医生呀？自己之前，没有。我觉得像刚刚讲到说美国队长跑很快，其实我觉得最快的是浩克，因为浩克只要依着他自己的情绪，只要他越生气越愤怒，他的那个心脏是干什么？心脏是威力了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他的时速啊，他本来这上面是写说0到750公里，可是只要随着他的情绪，他可以是无限的加速，对，而且他的力量也是，我觉得他最强哎，他是抓狂的最强，而且他发没有挡他的那个，他把旁边的车子踩坏，但是他却破坏所有敌人，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请他吗？因为他就是受到人家激怒的时候，他生气的时候，他就会变浩克，所以大家就会很乖啊，对，因为就知道他这么凶就不敢啊，拍几盖就好，就是。坏一次，大家不敢再惹他。对，而且他没有不是他没有变身之前，他本人又那么聪明，对，又是物理学家，很聪明。对，没有没有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很容易被激怒。请员工的时候，你不是看他的能力，你要顾到他的内在条件。我觉得 EQ 很重要，他 EQ 有问题。他的心情不好，他很容易被激怒。他常常会，他常常会耍自闭，然后就不变。没有，很忧郁。感觉，如果你今天遇到什么敌人，真的也是很强的。那如果真的要对打修队，他就躲起来了。只有浩克在电影里面有无敌浩克，无敌。对，而且连雷神所有跟他打都打不过他。雷神所有都打不过，打不过他。而且在最新的索尔里面，他可是出来挡。不是，是神的人哎，他连神都挡得住哎，他的双手可以挡住宇宙的力量，可以挡住100吨以上的重量。可是他差不多也躲了一两集的电影，都是大爆破。讲很有神秘感嘛，他是性格比较，对，他性格，你自己回想看，你在公司一定会有性格比较怪的，是，对，跟我沟通，但能力很强的，对呀，这种叫另类的沟通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你公司只要有他，谁敢惹你，他站出来。你们两个好会讲哦，讲到我都想要买这尊公仔，多少钱啊？3500，但是我太便宜了。可是浩克应该也很多人想要吧？对，对。可我觉得还好，因为你毕竟还要先惹他生气，然后还要等他变身的时间。他很容易生气，你就被打死了。你就不在给他工资，他就没有没有。你如果真的要比神的话，我一定要介绍我的哒啦哒哒哒哒超人。而且超人的超能力也是超强，他可以跑超快，他可以跟他心爱的人事物有心电感应，然后他可以喷火，然后他可以让东西变冰，然后他甚至他还有扭转时空的能力。可是他没有电话亭就完了，而且他也是快艇，就完蛋了。拉电线，现在这个年代电话亭不好找，饭店也可以，好一些，旋转门。不是，所以今天只要我的东西有危险，或者甚至我这个心爱。他心爱的女老板，他就可以立刻尖叫，感应到。我只要一尖叫，他就马上咻一下，他就过来了。而且甚至我告诉你有多厉害，就算把我把那个绑在飞舰上，射到外太空，他都有办法飞出去帮我把接回来。不觉得这很强吗？而且我告诉你，你知道为什么不买？怎么样？为什么有这么多听到？每天跟他对话，我觉得真的太 low 了。我迷他迷到，我干脆买这些衣服，每天都叫我老公穿给我看，每天都在上演超人。
大战橘子。那他下半身穿什么？也是外穿吗？红内裤，红色的红内裤吧。我觉得超人坏就坏在那件红内裤。对呀，这就是不合理。就是创造这个角色的人，怎么会说想要内裤外穿？这样尿尿不方便，亮红透视机，这样会被逮捕。而且他在电话里不是变身吗？万一他还没变完，在一半的时候。他脱开，他要打电话，不能要穿要这样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穿也要都要塞，还要塞把塞好。哎，这个 moment， 哎，抓狂哎，那种。对啊，我觉得超人太注重他的外表了，就是他那套服装出来就会觉得有点好笑。我还有最强的，因为今天就算我死了，他只要发挥他的超速度，他就可以扭转地球轨道转的方向，他可以打破时空界限。就因为保护你，然后你就可以扭转。时空都坏了。对啊，你知道吗？用，但是关键时刻的时候，如果他真的救不回你的话，他可以扭转时空，再来一次，就顺着速又活过来了。可是超人对你们在这些英雄系列算是强的吗？不会，就变好哎，我觉得，而且楼上还可以把神给打死，不是我那个年代的东西，就觉得电影很长，不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东西，电影很长，对，三个小时太长了，好像它的这个功能。跟现在的比好像有点差，有点像，技巧没有那么华丽，因为它只有披风嘛，然后就没了，对啊，好飞而已。现在人家就是奇花，喜欢，然后就一直吸出，感觉还好。还有红内裤，他应该要浩克还全裸哎，还G2。哎，我们是时代，就是你知道，他很早就已经追求这种天体的感觉。不是浩克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抓狂，衣服会炸裂，但短裤永远不会。对啊，为什么短裤弹性很好啊？短裤是内建的。他那应该是奈米科技。忽大忽小。对啊，要注重尺度啦。可以让大家这个也是风险，就保全给你很体面的衣服，抓狂的时候，万一暴露，衣服好贵耶，全裸抓狂，暴露，小浩克都比人大，是不是？在哪里看他的哇？哇！让你乱玩，不要把大号或直接拍小号。有，对啊，这是合理的吧？只有你会想到那边，体积放大的话。哇！你不要再装潢了，好恐怖啊！那装潢之后如果要上厕所怎么办？哇塞！哎，海水倒灌。对。淹没你们的公司。大概那个就是庙里的那根柱子差不多。隆重，神明。哦，好 ，Kitty， 我讲一个温馨一点。明明是聊保全功能，布莱尔你歪楼了啦！而且他跟他女友啊，就是他们每一天都好像都在进行那个什么一些运动。他们那个感恩节就是在吃火鸡的时候，就顺便在那个餐桌上面那样吃别的，重点吗？重点